加入赢家的行列。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大家好！人的一生当中，如果真的有机会，机会到的时候，你会不会选择成立豪？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现在已经迈入四月份，各位刚开始。立豪，请所有的投资朋友们真的拿起勇气，各位跟着立豪一起打江山。各位四月份刚开始，但是四月份有很多的事情。 必须要去克服它。我相信各位放了五天的时间啊，五天的假期，你会看到非常非常多的消息，无论利多无论利空。我已经跟你们说过了，从去年的四月开始一直到现在，各位就是盲点测试，放了五天假，美国股市三天上涨，两天拉回，而且各位中间有三天盲点测试。 哥，你看到今天凌晨哦？你看，今天四月六号的凌晨，美国股市依然盲点测试。哥你看到了吗？所以我一直跟各位讲，为什么做股票，目前来讲没有特别的一个一个特别的方向，连三大法人、主力大户都没有方向，不要说你没有方向。所以我一直建议大家，为什么目前就是要短进短出？原因在这里。各位，你看。 你记不记得我为什么在放假之前，三月三十一号，我在电视节目上，我要特别跟你们讲那个观念。如果你真的够用心的去听我的电视节目，各位，你真的会帮我按一个赞。给我们现在就来验证看看。我今天的测标，我只是要各位要了解清楚。迈入四月，四月才刚开始，各位，请你留下你宝贵的电话跟姓名，踏出成功的这一步。 因为迈入四月份，各位，你安全带要绑好，因为上下震荡幅度会更大，你要相信。而且现在的重点是在哪里？现在的重点除了四月十三号，国安基金可能要开会考虑退场，但是我跟你们说过了，另外的政府基金，好，对了，退辅基金也有可能会进来。 所以这个东西你们不用想的太多，现在要想的是美国股市那边它的货币政策、财政政策，以及各位中美贸易，还有各位今天很重要，就是蔡英文不是跟美国重要人物对不对在会晤了吗？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，会不会触动到中美台三国之间的一个怎么样紧张的关系？各位，这都是我们今天要注意的特别的一个重点。各位，你看。 我为什么在上个礼拜一直跟你们强调过来回的盲点测试？我相信在放假的这五天，如果你有认真的看我的电视节目，你会发现到我跟你所讲的事情其实都会发生。哥，你看，你注意看哦。我上个礼拜不是跟你讲我连演那个连续剧吗？你记不记得三月二十八号我跟你讲落底加强反弹的机会到了？好，各位，我不但跟你讲，我还特别跟你提醒。哥，你看，你看大盘。 当初如果果你真的相信三月二十八，我是不是跟你讲落底。三月二十九落底之后，是不是连涨三天？是不是连涨三天？好，各位，那在这个地方来讲，我是讲对喽。那我是不是跟你讲过？各位，很简单，三月二十八号跟你讲落底之后，三月二十九号，我是不是跟你讲买回四星、买回力旺，买回金星科，买回致远？有没有？我为什么我跟你讲要做短线？这些股票，如果你以今天来回想来看。 今天全部拉回修正哦，今天全部拉回修正哦。但是各位，重点是你买进的时间点重不重要？非常重要。所以各位，三月二十九号当我在买回这些股票的时候，我跟你们讲过，我没有造假，不会作弊，不会欺骗，不会吹牛。我已经跟你说过了，各位。好，到了三月三十号，各位隔天这些股票全部获利出场。为什么？短线，你看到了三月三十号的侧标，我已经跟你讲。 我也跟你说过，灵活的操作制胜的关键。如果你当初你真的三月二十九号跟我买股票，各位，四星我赚了八十五块，力旺我赚了六十五块，金星科赚了十六块。好，各位，致远我是不是跟你讲一八九到一九零附近，我打一个问号？那各位，我是不是跟你讲这些股票我出掉了？我是不是跟你讲拉回再买？有没有？为什么我要跟你讲拉回再买？各位，如果你真的够聪明，你会发现到一个老师，他做股票。 我都是照着我自己提前之前所讲的方式去做。为什么我们的有这么多人愿意跟着成立好？因为我跟你说过，我不会去造假，不会去作弊，不会去欺骗，不会去吹牛。所以各位，你看，那这些股票三月三十号我四星赚了八十五块出来，力旺赚了六十五块，金星科赚了十六块。好，各位出场之后，我是不是跟你讲拉回再买？那各位，我拉回有没有再买？有啊。 你看三月三十一号的节目，你看三月三十一号的节目，那各位，我已经跟你讲，三月三十号四星不是赚了八十五了吗？你看四星是不是赚了八十五？力万是不是赚了六十五？金星科是不是赚了十六块？好，各位，这都出来了、哦，我已经跟你说过了，这个都是已经出来的、哦。那各位，三月三十一号节目里面之后我再说买回，你有相信吗？好，各位，我们就来注意看看，注意看。 三月三十一号，我做短线的四星 KY，我又再赚八十块，哥，你看，你看三月三十号，注意看，你看我有没有骗你？我跟你说过，我做股票的方式跟别人不大一样，我喜欢做一些短线，为什么？因为目前来讲，行情就是短线交易。所以各位，三月三十一号我们买到低价，但是三月三十一号，你看我的电视节目，我是不是跟你讲，来到一二五零到一二六零，我先出了，赚了八十块，有没有？ 你看，我是不是跟你讲，我赚了八十块，再赚八十块，我为什么要出场？我为什么三月三十一要赚了八十块，我要出场？各位，你注意看哦，我出场的价位是在一二六零附近哦。各位，请你看今天，我现在录影的时间，各位是在盘中，盘中十点左右在录影。各位，你看，各位，请你看一下四星 KY，今天最低又拉回到一千一百八十五，各位，你看到了吗？你看到了吗？ 现在的录影时间是早上十点十一分呢、哦，各位，你再回来看看三月三十一号，我为什么我要出？为什么我要出？而且各位，我三月三十一号的测标，我明明白白的跟你讲，我已经赚了，再赚八十块，为什么要先出场？各位，你这样了解我的意思了吗？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喜欢跟着陈立豪做短线？原因在这里，因为我负责带进，一定负责带出。 我也跟你们说过，他现在目前就是盲点测试，没有什么叫做趋势盘，因为三大法人都没有方向，主力大户都没有方向，美国人都没有方向。你看我讲的对不对？所以各位，你看，那我跟你讲，各位，四星 KY 拉回，各位 AI 的股票你要不要买？我告诉各位，这张股票拉回，我依然还会去怎么样？找一个点进场去买，这就是我的个性。各位再看。 好，各位，你看我都印证给你看了。另外，各位，所以这个地方我上个礼拜不是跟你讲吗？你如果买十张，已经八十万，已经入袋为安了，对不对？而且我们已经累积一万七千零七十五块的价差，各位你看到了吗？为什么我要入袋为安？如果你当初你这个地方不出，各位你看到今天拉回，今天几号？今天四月六号，拉回到目前为止一千一百八十五块，你看那个价差差多少？我有没有骗你？ 我不会骗人的，所以我跟你说过，做股票你真的你要懂得做多，你要懂得去放空，短线来两边来回做。哥，你再看看来，这张股票给我叫利旺，你看看我们这个利旺是不是赚了赚了六十五块？三月三十一号为什么我又赚了六十五块？我又要出场，为什么我要出场？各位来,来，你看看当初三月三十一号我出场的时候有没有？ 我是不是跟你讲，在一千九到一千一千九到一千九百零五，我是不是跟你讲出厂又赚了六十五块？有没有这一张啊？这一张上个礼拜你不是看过？你十张不是怎样真实富贵千真万确？十张就六十五万了，有没有？我们已经累积一万七千六百四十块的价差。那各位，我为什么要出？我为什么要出？各位你看，各位，如果你不出，今天打回到最低一千八百二十块，一千八百二十块。 各位，你看我上个礼拜，三月三十号一号，我是出1一千九到一千九百零五，也就是说，如果你不出，到今天你又打回到最低多少？四月六号的多少？一千八百二十块。你看厉不厉害？你看厉不厉害？我所讲的事情，我都在照做，我不没，我从来不会去造假、作弊、欺骗，因为我就告诉你怎么进跟怎么出。各位做股票要这样做，所以为什么我们可以累积？ 各位，力旺累积了一万七千六百四十块。各位，四星 KY 累积了一万七千零七十五块。为什么？各位，那个光那个价差真的吓死人了。如果我今天跟别的老师一样，我都没有打在侧标上，你可以怀疑我可能造假作弊，因为我其他的老师他不会打在侧标上。但是各位，我都打在侧标上，而且我很明白很清楚的跟你们讲。各位你看，三月三十一号的节目，对不对？ 四星再赚八十块出场，力旺再赚六十五块出场。有没有？我测标通融给你看。而且各位，我当初不是跟你讲我在演连续剧吗？我上个礼拜不是跟你讲了吗？你放五天的假，你应该随便都有看到我的电视节目吧？所以我跟你讲，三月二十八落底加强反弹的机会来了。结果各位，三月二十九号落底之后强反弹，连涨三天。 连涨三天加权股价指数不是连涨三天吗？位、okay,，那我是不是跟你讲，我买回的股票还是 AI 的，四心力旺、金星科、智远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那各位，三月三十三十号，我是不是赚钱出场？我是不是跟你讲，特别拉回再买？你要有勇气、霸气、行动力。好，各位，结果三月三十一号。 当我三月三十号出掉之后，三月三十一号，三月份的最后一天，我之后我又再说再买回，你相信吗？我又赚了八十，跟利旺又再赚六十五块。那各位，我为什么那一天要出？刚刚不是给你看过了吗？当你看到今天又拉回的时候，哥，你看，当你看到今天又拉回的时候，你就会知道陈立好哦，很厉害，真的。讲过的事情全部要验证，对不对？哥，你看。 你看金星科也是一样，各位注意看，这张股票，你记不记得三月二十九号当初五一二买回？各位，三月三十号不是跟你讲赚了十六块，短线先出场吗？那你觉得会说，哎、欸，老师啊，为什么你要短线先出场？好，各位你看，各位，如果你不出场，今天打回到五百，各位你看到没有？五百零一，那各位你短线要不要出？但是各位投资朋友们。 你今天听我陈立豪讲一句话，听清楚，这些股票都还会涨。那个，如果你真的不会做，你不会买，你来找陈立豪，我会带你做。各位，晶熙科这单股票我们已经赚的价差超过两千多块的价差。我跟你说过，这单股票我要做到价差做到五千块。各位来回做价差，各位听得懂吗？你看这单股票，各位，这单股票叫做台积电。 我之前不是跟你讲，台积电五百到五百零五、五百一十块买，五百零五买的，那这一波我们是不是赚到了？我是不是建议五百四附近先出？而且各位，我们还没有出到最高价，我们就五三五到五五四零之间出掉了。各位，如果你不出，你看，各位，最近打到最低的还有多少？还有五二四，最近打到最低的今天还有五二六。位你看到了没有？所以我一直跟你说过，做短线你要了解它的来龙去脉，来龙去脉。 你要知道怎么进怎么出，而且各位，因为现在在市场上十个投资人八个是做多，只有两个人他会放空而已。那放空的人，各位又在占少数，所以我在电视上我很不喜欢跟你讲放空，因为讲放空很多人会反弹，他会讲说哦，哎，连陈立好都在讲放空，那这个股票是不是完蛋了？没有啊，我们只是来回去灵活做价差而已。啊。所以各位，你看，我当初不是跟你讲吗？ 三月份有多少天的盲点测试啊？我刚才不是跟你讲吗？你看，连迈入四月份，四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，美国股市的清晨还是盲点测试，对不对？更不用讲，当初三月份我不是跟你讲吗？三月二十三盲点测试，三月二十四盲点测试，有没有？结果三月二十八也是一样，各位，盲点测试有没有？盲点测试啊，各位，三月二十九一样盲点测试。 你再看看三月三十一一样盲点测试，各位，我有骗你吗？我跟你说过，美国人他真的看不懂股票，我不会骗你，因为他们的组成因素，各位几乎都是投资人把资资资金交给基金操盘人，所以大部分都是这样，所以他们的看看的方向完全是以那个货币政策、财政政策以及最主要的基本面跟技术面，他们做主导。 那问题是，美国股市有很多很多的消息面的影响，你有没有发现？所以它消息面的影响一下利多，一下利空，所以它会上冲下洗嘛，它会上冲下洗。那各位在台湾做股票呢？台湾做股票，因为跟美国的联动性又高。 既然美国的联动性很高的话，那各位他们上冲下洗，我们难道没有上冲下洗吗？一定上冲下洗。尤其各位三大法人主力大户，现在目前来讲，就像商人一样，商人无国界，听得懂吗？只要能赚到钱就 OK 了。甚至于各位，我再告诉你一个秘密，很多的主力大户、三大法人在炒手续费，在做手续费的，他不在做价差的，他是进，只要手续费够，他就出了。 只要进手续费够了，他就出了，他管你三七二十一啊！所以各位跟着立豪，安心放心又开心，一通电话我真的帮得到你。各位，你听得懂意思吗？好不好？我希望迈入四月份全新展开，全新的开始，真的，跟着立豪一起打江山，所有业务都在等你，马上来电，我帮得到你。那我带进的股票没有带出，各位不要担心，因为后面很多很多的消息我很清楚，我比别人都更清楚。 你今天第一天没有赚到钱，第二天没有赚到钱，第三天没有赚到钱，各位你都不用管它。到了第四天、第五天，你赚到了比第一天、第三天，各位之前赚的还要多，你还是赚钱。各位，我送你一句话：现在很多人在这几天当中，像各位清明扫墓的这时间，我也碰到很多很多的一些朋友，好，还有亲戚。 他们有时候在问：“哎、欸，你好，你这个行情你到底怎么看？为什么你在电视上都讲说灵活的操作要来来回进出？”我说很简单，我就举个例子给他听。我说举几个例子，就是一样举那个四星 KY，、欸、再哎在举那个力旺，再举进新科。我说这些股票不是就来回震荡吗？我又跟他讲台积电不是来回震荡吗？他说对，我说对，那就对了。我说既然都是这样在来回震荡，那各位股票你怎么看？他们也会讲不出来。 为什么讲不出来？因为根本没有方向，怎么讲得出来嘛？他们的方向完全就是报章媒体杂志讲什么，他就照着报章媒体杂志照本宣科，如此而已。所以各位投资朋友们，真的做股票他没有难处，难处在心里面，他难处在心里面。像我刚刚跟你提到，上个礼拜四星 KY 一千两百五十块，一千两百六十块，短线出场，我赚了多少钱？我赚了八十块。那各位出场之后。 如果它就打下来，你看今天跌了五十块，那各位你要睁亮眼睛，听得懂意思没有？那各位，你看六五三三也是一样，各位，这档股票五千，哎，当初在高点五百七到五百七十五到五百七十九，当初不是做短线放空吗？短线放空获利之后再买有没有？短线五一二到五二五五二八，我不是跟你讲十六块吗？那十六块出场之后，现在又打下来了，各位，你看。 你在高点的时候你不敢买啊？各位，很多股票拉回你又不敢进，那你到底要做什么？所以各位，你要有人带，要有一个真的懂得来龙去脉的老师来带你做，听得懂吗？那个人就是利好。所以迈入四月份，你要懂得做股票，听得懂吗？好、哦，各位，你看还有这两股票三六八零的这个家灯也是一样，这支股票我们在三哎，各位之前不是三接近三百九、三百七、三百八有没有？短线也出过一次。 你看出掉之后还拉回最低，还三五五有没有？你看这张股票，你如果每天都有很大的价差，对不对？也是来回做做短线呢、啊。我所以我一直跟你们说过，各位做股票真的你不要担心。你看利旺也是一样，上个礼拜我们也是出了，出了很漂亮，对不对？出到一千九附近，那今天打到最低一千八百一千八百二十块，各位看到没有？那这些股票，各位如果你真的懂它的筹码拉回，搞不好又是一个买点，你要懂，听得懂吗？ 还有一档股票，你看八二九九这只股票，各位叫群联。你看之前我们在低点三百六、三百七附近买的呢，各位三百六附近买的哦，你知道吗？你看买到之后到今天创，哎，真的，你看说上个礼拜来到最高四零三，对不对？今天最高又到四零了，所以你要懂得类股轮动的换股操作。那现在各位 IC 设计 AI 的股票，它又拉回修正了，拉回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，我一样没有改变呢。 各位，AI 人工智慧照样没有改变。各位，为什么我要带你带进带出？而且，各位，如果你懂得做行情，如果你真的懂得在股市里面要赚到大钱，你应该要寻找一个类股，真正未来的趋势去做短线的交易。你这样的价差，你可以赚很多钱，而不是乱中打鸟，而不是每天在寻找一些会涨的股票。各位，说难听一点。 在很多的投资人就在讲哦，每个老师很像在电视上讲股票哦，每天都有涨停板，每天都好厉害，很厉害。那各位真的讲难听一点，他们就在讲，那老师你们自己回去躺着干就好了，躺着买就好了。这句话讲的其实也是有道理哦，对不对？所以各位，我为什么一直跟你讲坚持着，我的股票不要多，就这几档股票我来回做价差就好，而且我都验证给你看，对不对？ 我都验证给你看，所以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跟着立好，安心、放心又开心。一通电话，我真的帮得到你。四月份才刚开始而已，各位真的，你问问自己想不想赚大钱？如果你真的想赚大钱，你来找陈立好，我可以帮得到你，听得懂吗？各位，还有一档股票叫三零三五的智源。各位你看这只股票，我为什么当初二一五到二一八叫你们全出？二一五到二一八为什么叫你们全出？而且各位还叫你去放空。 结果放空之后连跌三天，你看我有我有骗你吗？赚到钱之后放空又赚钱，那各位我是不是讲一八九一九零附近买？有没有？各位你看买到今天还有一到一九八，我也没出啊，因为我认为它还会创前面的高点呢、啊。各位你要懂得股票的来龙去脉，你听得懂意思吗？这样你才能赚大钱。你看我没有骗你啊，当初三月二十九号我又买回来，你记不记得？我又买回了。 勇气、霸气、行动力啊！给我到现在我也没出了，就这样而已啊！听得懂吗？所以各位你要懂得怎么进怎么出，有些股票你可以做中长线，有些股票你一定要做短线，听得懂吗？那各位用长线来搭配短线的进出，你才是真正的股市的赢家，好吗？所有业务都在等你，跟着你行安心放心又开心，一通电话我帮得到你。我们休息之后再回来。<noise> 全民抗涨大作战，八八八抗通膨专案，让您轻松的负担，帮助您快乐的赚钱抗。抗涨专线零二八五一一三三六六，抗涨专线零二八五一一三三六六，鼎业投顾。 孤独的，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，静心思考二十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似乎不够，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。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，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，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。顶业投顾，全心照顾，零二八五一一三三六六。 邀请您加入赢家的行列。所以我说啊，全国的投资朋友们，真的不要妄自菲薄，也不要看坏这个行情。这个行情其实我们在迈入这种二十一世纪的操作手法里面，大家要很清楚，就是盲点测试。因为未来的趋势还是盲点测试，听得懂吗？因为人家没有方向。 三大法文主力大户没有方向，就是盲点测试。那各位热股轮动很快速，今天轮到生计概念股，明天生计概念股或许又拉回整理，又轮到 AI 人工智慧，或者又轮到航运概念股，又遇到对不对？旅游概念股。所以各位热股轮动真的很快速。如果你每天都想要去掌握这种什么涨停板有没有的，各位没有意思。 因为你不见得能够买到，也能不见得能够吃得到。但是各位，如果我们的股票都是在锁定这些股票，所有的筹码我们都很清楚，怎么进怎么出了然于胸。所以各位，怎么进怎么买，怎么出怎么空怎么回补。而且各位，纵使你买在那边，我知道未来它会涨到哪里。各位，那你就安心的放着就好，听得懂吗？因为我都懂。 我都懂啊，我是学过心理学，而且各位专门研究筹码的人，所以各位有时候洗盘是为了让你去买，不要去怕，听得懂吗？所以各位真的跟着立好，安心放心又开心，一通电话我帮得到你，所有业务都在等你。各位听我一句话，迈入四月份，没有什么叫清明变盘的问题，没有了，各位那是民国几年以前的想法，听得懂吗？ 都二十一世纪了，谁还在想这个东西？好吗？各位各位，跟着立航安心放心又开心，一通电话我帮得到你，所有业务都在等你，谢谢。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